神安心呀，化身为爱痴狂的千金大小姐。天宇，今天可是大，祝福我们吧。我就是不相信你有未婚妻，你怎么可能跟别的女生订婚？你是故意为了气我才骗我的吧？今年最受瞩目的爱情喜剧，6月9日起，周日晚间10点，中视频道《爱情急诊室》。